的嘛是伫别人的需要上看见我的责任。感谢大家。基督徒一个真要紧、真要紧性命的记号，就是十字架。基督徒是你的身份，自从你洗礼迄日，所以伫你的性命的中间，若照遐个犯着鬼的人，伫咧看鬼，有当时啊，鬼会讲。这个人洗礼，迄个人无洗礼，啊，迄个官鬼的人会甲伊问讲，是安怎样？你知？鬼会讲，有一个十字架伫了，伫个头下。所以做一个，你若讲你是基督徒，啊，知影讲上帝已经甲你印一个记号伫你个头下，你已经属于主的人。迄、那个十字架的记号，就是一横来一滴。第二是你甲上帝的关系，横的是你甲人的关系。所以做一个基督徒，每一日 7-11 啊，24点钟，你的真要紧的责任是，你不断爱一个思考，我甲上帝的关系怎样？我的所行所做有照上帝所爱的旨意无？啊，是我咧做我家己，过我家己的人生。然后第二个问题是，我逐日甲人的关系安怎？这个问题，我逐日对甲边仔的人关系深无好，啊是这个关系常常拢伫拆离冲突的中间，啊是伫这个身边周边的人，上帝赏赐我做我的朋友，做我的厝边的，我对因有责任无？因唔知过了好。所以做一个人常常爱问的两个问题是：我过了好无？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身边遮的人过了好无？所以耶稣甲咱讲，做一个对我的学生，你着常常爱思考，听厝边亲像啥？家己。你爱听上帝，然后过来是听厝边亲像听你家己。所以，咱人爱学要疼家己，然后马上就爱随讲，我有用安尼的牛来照顾别人啊无？所以，一个基督徒绝对唔是干呐为着家己活。基督徒的存在，咱的相信，咱的生命是上帝创造，所以上帝创造你的生命，每一个生命有你的目的，有你的功能，唔是干呐为着你家己。然后，咱咧为着上帝荣光，创造出的荣光。以及咱对周边的人的责任，我家己要活好，然后我爬起来了，我更爱关顾身边逐个人好无？我想今仔日我用个题目，伫别人的心中，伫别人的需要，看见我的责任。那确实，敢若为着家己活，安尼这是一个自私的；敢若为着家己活，安尼这个是一个失了责任的。那确实有人伫遐邀过，然后你几啊粒馒头食到家己胀甲，我即个镜头若叫拍到，你会予整个台湾的人哭头。为什么？你这個人这无良心？你我都有啥物无良心？我无害伊，我无拍伊，我无安怎样？对，你真无良心，因你家己食到胀肚，别人邀过。所以有真侪时阵邪恶。唔是你无做啥物歹，真侪时阵消是你无做应该做的事情。咱真侪时阵，咱拢敢若伫咧看别人做啥物歹，但是咱失落，你无做遐个歹，但是你无做伊所做好。所以到底啥人是好人，是啥物人是歹人，这个咱拢也唔知。大家人咱有一日爱伫上帝面前，你照顾几个人？一位主哟，我想陈树菊，咱拢真熟。请问陈树菊这个人，你捌听过伊个故事无？有诶，也少。OK， 好，多谢。请问伊是毋是基督徒？毋是基督徒，但是伊个故事你有感动无？有。
伊家己破病，连家己的劳保拢无，健保拢无。但是伊逐日所做的，拢是为着比伊搁较歹命的人。伊逐日咧卖菜，将伊所买的，拢去咧救助别人，家己破病，竟然家己无健保。因为这个人咱台湾拢毋捌伊，是美国《New York Times》发布出来，咱才发觉讲，伫咱的台湾，伫咱的台湾的南部，竟然有一即款的这么贴心的一个老婆婆生，毋捌一个老婆婆生。对照一寡基督徒，洗礼了，讲我得救啊，洗礼了，我得救啊，然后都哪里拢无做啥物代志。那假使上帝是即款的上帝，这个上帝我无爱听。这个上帝亲民，因为真正有良心、真正有义的人，逐日为着别人咧活的，这个上帝讲你无洗礼就无得救。然后一堆甲他洗礼，然后拢无做半项，讲你已经洗礼也就得救。这个上帝是无公义的上帝。我安尼讲，你要讲阿门无？阿门。所以到底你所信的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？这边这还有一个老和尚，拢是老和尚。拢是无受到什么教育的人，而且呢，伊逐日感觉活来感觉无闲个，感觉烦个，然后卖互人食，一碗十块，一碗十块，一碗十块。对照遐大好的人，对照遐大好的人，台湾政府用优惠土地，可以用优惠利息。可以贷款，然后把家己饲到饱饱，也搁用掺毒伫咧卖最高级产品卖予人。你对照你看，那是上帝有目睭，那是上帝活的。结果是遐个人，因甲因的子孙，拢开遐尼高级几千万的车，伫咱的头前，伫咱目睭前，咱手手着。因为对照。上帝是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？我绝对无相信，我绝对无相信我的上帝，因为你有洗礼啦，然后你就一定得救，然后你拢无做啥物物件。我相信上帝，伊还有另外一个伊的标准。来，这个车这是耶稣讲的话，咱。啊，不得不，那你华裔，那你他写的那么好，预备来，在人子作王，天使他一起来临的时候，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，地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为两群，好像牧羊人把山羊中啊。他要把绵羊放在右边，山羊放在左边，然后王要对他右边的人说：“门我父亲是我的人啊，你们来吧，来承受从创世以来就为你们预备的国度。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流落异乡，你们收留我；我赤身肉体。”你们给我穿，我害病，你们照顾我；我坐牢，你们来探望我。到那时候，那些义人要回答：主啊，我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？什么时候看到你流落异乡而收留你？看到你赤身肉体而给你穿？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害病或坐牢而去探望你呢？王要回答：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既然你们为我的跟从者中最微小的一个人做，就是为我做。然后王要对他左边的人说：走开，受上帝咒诅的人啊，你们离开我吧。进到那位魔鬼和他的爪牙所预备永不熄灭的火里去，因为我饿了，你们没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没给我喝；我流落异乡，你们没收留我。注意哦，
而且来讲，到底上帝心化作情，主耶稣坐伫迄个阳光的所在，伊到伊要甲人分做两边，遐行好诶伫正边，无行好诶，因无做歹呢。而且，佮两群人，一个是有做甚物好，一个是无做甚物歹，无做甚物好。另外，注意一项，无做是表示你故意无爱看；无做是表示你故意忽略。Ignore， 迄是一个真大的罪恶。他有可能一个人伫你的面前。腰骨有需要，你家己穿得真好，你家己食得真好，你家己住得真好，然后你对伊拢无回应。所以伫这个家，拢你伫旧约的圣经，到伫耶稣的话，拢无伫咧讲洗礼。洗礼的代志，迄是教会的时代。那是教会了后的时代，教会了后，宗教人、宗教人站在教会中心，因在咧强调，你都要来教会洗礼，你都要做我的信徒。你进来了后，伫我这个家做我的信徒，做我的会员，你都要接受我的督促，接受我的管理。总是伫上帝国度内面，上帝咧讲的是。上帝的国，上帝的义，你有去执行了无？所以这真要紧的是实践的问题，是行做的问题。这不是你明白圣经偌济，不是你逐日读，你到即马你圣经读几遍啊？你一日祈祷几点钟？不是你讲的，是你这了后，你圣经读了，你祈祷了，你起来做什么？你起来做什么？你有起来做什么？你有看到马街？你知影马街牧师伫台湾，伊的故乡、伊出世的所在、大汉的所在，我去两摆，我印象真深是庄卡。比我家己对五车清水五车出来的，搁较准确。到我最后一摆去的时候，车驶过，后壁也搁灰尘规个因的所在。到即马到即久，我唔知，我已经差不多十年无去啦。十年前我去，也无铺淡仔道路。但是，迄个砖头出真侪老人，因为马街，伊装备了来到伫台湾，伊装备了来到台湾，感觉慢喙齿，伊装备了来台湾，伊慢喙齿咧传落音，然后短短伫台湾三十年，传落音伊去六十间的教会，然后伊转去伫加拿大。长老教会伫咧述职，讲起台湾这个只福音的需要的时，然后有一个另外一个马街船长，伊的太太听到伊伫台湾做伊只个代志，这个船长夫人感动，因为伊的先生死了，名换了马街。所以，这个船长夫人要寄付3000块的价格，请伊摕这个3000块来台湾。你既然伫台湾伫咧传福音，伫咧做医疗，我这个3000块，予你等于台湾开医馆。所以，其实马街医馆毋是为着纪念马街博士，马街医馆是咧纪念迄个船长马街。我伫即个只要讲即，我讲即个故事是啥？我即讲即个故事是一个上帝的使者，伊受装备了后，伊毋是留伫多伦多，伊毋是全走伫美国纽约去做医生，
伊上受上第一尖端的训练了后，伊来偏僻的所在，来到台湾彰化，各种马拉利亚糖化真多，传去感染病真多的所在，伊甲家己献身伫遮，然后有人你去啦，马街博士你去啦，但是我无法度甲你伫遐，我你伫遐，你所做的我无法度甲你去。我献钱予你去支持你伫遐所做个工。我想蒋义博士，可能即个人你若是老基督徒，你听真多，但是因为少年的一辈出来，咱来不断传述因的故事。蒋义博士，即个台中一中，你来看伊个年代，台中一中迄是偌优秀。然后台南市立医，然后去日本受医学的训练，伊这个家，伊开始倒转来参悟伫苏立联博士娘的原住民的福音事工医疗团队。然后伊伫遐咧，伊甲苏立联这是一个外国人宣教师的夫人。然后伫山地，伊创两间的许多病院，一个是。原住民的一个是平地人的，然后伊过来去到伫二零，看到二零遐侪沿海区遐侪迄个小二八比的，伊就伫二零创一个医疗站，伫二零靠会，然后伊佫去到伫台南的北门市，咱即马北门市遐有一个什么教堂？北门市台南的北门语玻璃教堂，高跟鞋呀。啊，唔通袂记，咱逐摆游览车去到遐，唔通干呐看迄、那个。拄啊，伫迄个两三公里边啊，有一间乌家病院，有一间北门市的教会，社会牧师。因老爸家己是医生，伊竟然一礼拜五天的中间，干呐一天留伫伊家己大同病院，然后伊逐礼拜。走北门市一天，走二零一天，玻璃迄个基督教病院，有迄个平地，有迄个原住民的，伊一礼拜就是安尼说一遍，然后完全做义工，完全做义工，甘愿做工人，为着福音甘愿做工人，然后最后。有一日，伊拄啊对玻璃迄边去个遐，早起时温浸了，然后下晡点半台阁来到二楼。因牧师娘甲伊讲，你昨暝到遐尼暗，拢还阁咧处理代志，敢外下昼伫困者？伊甲牧师娘讲，我早一分钟到位，反正就减一分钟个钱票，车开出去。就弄死，来到这位也阁是一个病。其实迄个时候是真大个政治的紧张。伊迄个时候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议长。伊迄个时候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直直爱逼咱长老教会离开 WCC， 然后咱伊坚持会当退出。所以迄个时候，其实这个事件，这个是另外一个病，到这久也无拆开。伊车弄落去，人也无啥物收，也无啥物特别，然后是伫遐。我要讲的是，一个遮尼特别、遮尼有贴心，也是牧师，也是医生，伊为着要做不可的代志，比如讲乌咖啡，伊叫咱迄个乌咖啡是伊发现，啥事即？伊迄是我第一间教会，拄啊伫迄个附近，拄啊伫南昆新附近。啊，一挂人他的脚无代无志，从啊直直乌起来，对下脚从啊直直乌起来，到底什么原因？啊，迄、那个到尾啊，拄啊已经闭脚，那无会从啊规个人会死。所以为着这个，拄啊要出国去学外科，为着迄个气流，伊拄啊要出去去学气流的代志，安尼进出台湾遐侪摆，拢是。
为着甘愿做工人，有赚着啥物钱无？所以其实弄死的时，伊一寡惊钱对伊真了解。伊弄死的时，一寡惊钱对伊真了解。因为我的爸爸一世人无啥物时间陪我，就是后来直直看，时间直直过，大人直直大，时间直直做治疗，后来才肯定大人肯定。爸爸實在是偉大，為了福音，伊甘願做工人。因為咱佮這段聖經佮讀一下吼，即个大家人攏真熟，即摆問題其實道理真多，咱攏知。但是問題是，咱若無定定提出來，咱定定攏佮予人拖入去另外一套物件去，咱直直怎啊失了信仰的根基？遮来讲，先知来讲，世间人啊，耶和华已经指示恁什么时候来，咱别来。是人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上帝同行。世间人啊，耶和华已经指示恁什么时候了？耶和华已经指示恁。人生所要行的路，什么是好？行公义，好人品，存谦卑，甲你的上帝相同行。因为你有可能伫你的人生，伫咧主张，伫咧替人感到不平无？伫这个社会充满真多不义、不应该的代志，然后你看到视而不见，知吗？在国家甲国家的中间有真多不应该的代志，你会当拢全点点无开嘴吗？世间人个妖怪经指示你什么是好，爱你行公义、看人品、存谦卑的心，甲你的上帝相同行。所以，甲你的上帝相同行，意思是你的上帝做什么工，你就照咧做。咱伫咧读《约翰福音》书，你注意耶稣怎样伫咧表明：我的父做工，我今仔日做工，我做我的父所做的工。耶稣伊一世人伫咧努力，上帝的旨意变作伊生命的旨意。所以我的父，我伊的囝，伊是我天顶的父，然后伫咧瞧伊家己甲父。是徛到阵，行到阵。即摆问题，咱要做耶稣的学生，咱要做上帝的子，咱逐日的行答，甲上帝的国，甲上帝的旨意完，还是咱拢干那伫咧过咱家己的日子？我想即个是，咱过来看耶稣的话，即个是一个真要紧，我望你甲刻入个滴，我望你甲刻入个你的信仰的。心电图的里面，预备，来。不是每一个称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，只有实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在末日来临的时候，许多人要对我说：主啊主啊，我们曾奉你的名传上帝的信息，也曾奉你的名赶许多鬼，行许多神奇迹。那时候，我要公然地告诉他们，我从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，走开吧！因为你这样子，你又读到什么无？叫真侪人，逐日的信用生活拢在咧话主啊主啊，话到真大声，主啊主啊，在咧祈祷。即个我做啊做诶人，因阁真要紧，因伫咧行啥物？因讲因真够赶鬼，因真够传信息，因真够行神迹。所以若有真侪场面创甲足大，若敢若福音诶报道会，然后真够行，真强调赶鬼，真强调行神迹。的团体，主要我伫即款个逐日当咧话，主啊主啊，然后强调遐个，
竟然到伫审判时，主耶稣甲伊讲：“我毋捌认，因为恁遮最歹离开我。”主耶稣讲：“因敢真正最歹吗？”无。真侪时阵，遮最歹人，耶稣的骂是 ：“You do nothing good。”你无做啥物好，该做的好，上帝所咧行的好，你拢无做，你干呐拢把你的时间挤伫你的宗教的行为内面那边。信仰人不是要给咱活，信仰人不是要给咱落实上帝的国，咱也上帝的国临到。咱要怎通过你甲我，咱的是逐日的生活，要让上帝的国通过咱临到伫遮的苦难的人，临到伫遮的需要的人。所以你若有时间，请你唔通做一个不甲人基督徒，不甲人讲我足孤单，我足无聊，拜托，即款话收转去。偌济人需要你的陪伴，偌济人需要你，你甲伊做朋友，你竟然坐当做讲我孤单，我无聊。因为你的信仰上帝创造，上帝留的是，你需要去陪伴人，你需要去听人，唔免读偌济的册，真正行出来真要紧。有一挂人。在咱的中间有一挂人真贤读册，咱毋嘛伊加读册，然后分一挂精髓予咱。咱食，咱无一定偌爱读册啦。你爱领受伊的精髓，进去活出伊的精髓，要安怎予咱的生活真正是伫个实践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？什么人才会当进入伫上帝的国？耶稣讲，遐个。是行上帝旨意的人，所以伫遮行比知搁较要紧。你读过偌济偌济套教义的物件，不如你好好起来做几项的代志。因为当伫这个遮的时，我搁讲一下，上帝啊！我才有看到你腰，才有看到你嘴巴，才有看到你赤身裸体，才有看到你去用鬼门去甲你看。注意，耶稣的回答是啥？耶稣的回答是啥？竟然行伫迄个旨意水，就是行伊伫我。另外一群人讲，我才有看到，你才有伫遐。心怀的主甲伊讲。在那个智慧水的一个，你若无甲行，你就是无行伊的话。在我的信仰的理解，在我信仰的理解，因为这个已经变作一个真大的挑战。阿摆在咱的目睭前的一个人，伊的存在，上帝伫遐。所以，咱要安怎样好宽待咱目睭前的每一个，对伊有礼貌。包括你的父母，包括你的子，包括你身边有任何一个人，伊伫咧哀哭，你都要摕纸回去。伊伫咧有问题，你唔通怎行过，你要停落来，甲伊搭搭。你有停落来陪伊无？你有停落来替伊祈祷无？因为拄啊伫伊的心上，伫这个需要的人的心上。上帝在遐来看咱安怎做回应，因为这个是一个真要紧、真要紧。当我明白到这项的时，我唔敢随便对人歹。当我明白到这项的时，我真谨慎伫咧看待我身边的人。上帝实在是太……这个马喜乐，那这种在咱身边呢 ？OK， 伊的人生有一日，这位牧师拄啊去美国，受外科医生训练了，啊，倒转来到伫西雅图，啊，伫叫旧金山，伫旧金山，伯克利的这个
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， 然后伫迄个拜三暗的祈祷会，教会牧师对遐过，啊，然后停留伫遐，就间的聚会，分享伊伫台湾所做的遮个代志，分享伊伫原住民的中间所做的代志，互人知影讲台湾迄个是死了，当伫个当伫个干扰真厉害，互伊知影讲哇，台湾伫即个海边有真多。迄、那个乌咖边的有真多，即个玻璃哦，迄个麻风病的啦。伊感觉，迄个第一场的教会，周间的聚会，伫遐对遐服务会的人伫分享台湾的时光。然后拄啊伫遐，伊迄年拄啊 Joyce， 伊伫遐，伊的丈夫死了，伊的老爸死了，然后。伊真感动，教会牧师所做，然后伊阁停留伫了伊个老母过身了后，伊就甲伊个牧师讲：我若去台湾，参与伫教会牧师个医疗团队，牧师你感觉安怎？伊牧师在祈祷，伊牧师甲支持，所以即个马斯勒。从安尼来到台湾，参与伫教会牧师的行业，然后伊就最后伊就离开玻璃，伊就来到二林，看到二林遮的小朋友，无法度通行路的小朋友，都在咱涂骹，咱阿咧爬，用双手咱阿咧拄，咱阿咧拄，迄个时也无乖啊，咱迄个时台湾也无创遮的，所以就甲教会牧师开始。然后替因创遮个小儿麻痹者的这个关啊，然后开始原本是伫这个病院内面，伊就全独立出去。啊，教会牧师讲，我专心来顾遮个人，因为遮个人厝内迄个是厝内闹即款的，拢互厝内人赶出去，拢互厝内人看无，因为台湾人受即款的，到底前因后果，这个因果观念，今仔日阮兜有即款的人，绝对是阮。父母还是祖先做什么歹决定，所以厝内有这款的人是家族的见笑，大家人嘛，要安怎消化甲处理掉？马是勒问人怎甲遮拢叫起来？人叫来爱饲呢，人叫来爱钱呢，爱搁食三顿，爱搁教育呢，还搁甲因改提遮个关啊呢？啊，一个人就从安十六个直直收收到几百个，因为有钱无？无钱。因为在咱的中间嘛，也阁有一挂遮个为着宗教者伫咧存在的遮个基督教的单位，收收遐尔侪，收收几啊百个。我要讲台湾人实在是咱的关心，真侪人甲厝内即个人，从拄好基督教机构了后，家庭的人各月一线拢有钱。那敢那传这个人传恁食袂安，安尼就算了。所以啊，基督教内面即马拢真辛苦，拢真辛苦。哎，即久搁看伊讲，伫咧为着这个观念呢，拢是流失较济。因为咱嘛是好啦，流失的人观念，互基督徒来做服务。我咧讲，真侪时阵，真侪时阵是。你若有法度通好伫遐，痛心绝对有行为，无行为的痛心是死的，无实际行动的痛心，迄款的信用是假，迄款的信用是干那嘴皮啊。上帝爱你是爱你的专一 ，for your life。所以你心伫倒位，你人伫遐，你人若无伫遐，你钱伫遐。因为你钱伫遐，表示我的支持伫遐，啊，愿上帝使阮舒服。啊，那确实有人伫咧讲，因为我教我无咧做事工，我讲请你掂去。因为我教我若无咧做事工，是因为你无关心；因为我教我若无做事工，是因为你人无来看；因为我教我无做事工，伫咧讲，因为我教无做事工的人，是你忽略、忽等忽略。咱教会逐日、逐礼拜伫遮咧做礼拜，三百个、三百桶个。
来就是安怎咱上课伫即个遮面诶拢过头歹。你知影咱教会即摆逐日拜一到拜六，拜一到拜五，逐日有偌侪人伫遮，二摆伫教会伫咧接受教会相关诶活动。因为偌侪人伫即个遮伫咧无多，逐日你会当看到即个遮有一寡小组织，当啊伫讲人生、讲因苦难，当啊落屎。所以咱即摆卫生纸用较少。因为你有伫遐无？你有伫遐咧陪伴无？你有咧听即项代志祈祷无？我想咱逐个人真正爱为着家己。耶稣讲，伫迄个软弱软弱的人的心中，看见你的欢迎，看见你的信仰，你用什么来欢迎？既然我来是咱的教会，中秋的人讲。联合教会要成做一个社区服务的教会，那安尼请张老你偌侪时间精神，执事你偌侪时间精神，兄弟你咱逐个人偌侪时间精神，你若真正都真无闲，你的钱爱伫遐，你的祈祷爱伫遐，只要有三遍，献你的祈祷，献你来遮做工陪伴，真正遮逐日拢有一寡无朋友，你爱献金钱支持会当做的人。主啊，咱常常当来吟诗讲，主啊，我伫遮，主啊，我伫遮，请找我，找我。但是唱歌简单，唱歌的时间难，实际行动需要挑战。咱愿上帝使我释放伫咱的中间，哦，咱真正通过信心加上行为配合，有一日咱到伫上帝面前讲，主耶稣，甲咱讲好啊，都不紧张了哦。愿上帝释放咱的教会。愿上帝通过真侪时间，予你有份伫遐，你的祈祷，大家人咱结连成做伫遐，咱真正信心合一，然后咱伫上帝面前站起来，同心来祈祷。主，我感谢，愿圣经的话成做我的提醒，愿圣经的话丰富我生命，愿圣经的话我安尼听、安尼读、安尼领受、安尼起来活、安尼起来落实。我真正感谢上帝，在圣神的感动下面，直直带我成做一个信心合一、有信搁有行、真实的基督徒。感恩基督，托主圣名。阿门。